在 Garmin Connect 商标上的步行、活动会追踪像是距离、配速、心率和燃烧的卡路里等数据，帮助使用者监控进度、设定目标，并提升体能。当您于户外进行健走或步行活动时，从手表主画面按下开始停止按钮，选择步行，等待荧幕上显示 GPS 已准备好，完成健走后按下停止，选择储存，手表会显示活动图表，提供详细的数据。你也可以在 Garmin Connect App 和 Garmin Connect 网页版上查看健走活动的详细数据，你可以放大查看特定的时间段，或者叠加多个数据，观察它们之间的关联。 Garmin Connect App 1. 打开 Garmin Connect 应用程式。 2. 选择右下角的更多。 3. 选择活动。 4. 选择你想查看的活动。 5. 选择图表来查看活动数据。 Garmin Connect 网页版。 1. 从网页浏览器登入你的 Garmin Connect 账号。2. 从左侧的导航列选择活动。3. 选择你想查看的活动。 4. 在你想查看的活动图表数据来源旁，选择旁边的图示。感谢观看。如需更多帮助，请到 support.garmin.com。